啊，咱关公这旅馆内底的关公耍，啊，即嘛啊来甲看一只出名的一只教堂。请派出个教堂。这教堂啊，是科德社一个建筑物。这间教堂听讲有100年左右的一个历史，以及咱去澳洲常来看到一个彩绘一个玻璃。Thank you.
这彩绘玻璃啊，伊个特色就是非常的这艳丽，啊，这经过几百年，伊也会特色。这位廖红平小姐，啊，这位廖学果先生，宗教是无限国境，也无限啊何种的这个民族，咱入境随俗啊，点者啊向因这基督的主啊，咱嘛甲敬仰者，因为从规尾万教啊是归一流，拢劝人向善为主。这位张玉霞小姐。